Bomb Shop。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也会逛玩具店，然后我觉得长得有点像欧洲玩具店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它是欧洲玩具店，就是我在说，我在美国玩具店看起来也像欧洲玩具店。哦，对，就是欧美人就是。对，我在想是高加索人都喜欢，然后他们的东西他们就会摆一，就是墙上就全部摆一堆一样的，这种硕大便是美，那就不美了。我会选第一间，我比较喜欢偏成人一点的玩具。成人一点的玩具店，对，然后那些玩具也比较能够引起我的共鸣，因为里面的玩具是就是刚刚有看到像是钢铁人啊，然后小丑啊这种，对对对，这种一些是电影作品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比较能够叫出名字的玩具吗？没有，画不下去。你画不下去，因为他的日系的玩具很少。你可以买欧美的啊，你没有买。就是我对欧美玩具比较没有那个感觉。这两间都是捷克的玩具店。对。然后他们的文是捷克文吗？对，捷克文。你现在还会讲捷克文吗？我从一开始就不会了。从来都没有学啊。有太空气球这一间。你跟露奈选的不一样，真的吗？露奈是选第一间，第一间看起来很帅，就是充满了那种，就是他觉得第一间比较成人像。不是，那个太空气球很赞啊！对，啊，你完全没有太空气球，深深吸引。因为你刚说的太空气球之后，我就对那间店直接加100分。而且他这间店很酷，一些玩具旁边都会有的示范人员在旁边玩给你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好棒哦！对，像我影片里面有一段是他在玩那个飞机，有那种用钓鱼线操控的飞机，他就现场丢给你看。那可以自己玩吗？可以，他会让你哦，真的、哦，对对对，哦，那很棒啊，那还不错。然后据说他好像是英国最大的玩具店。这个吗？对，可是这个是我在捷克逛到的。你是英国还是捷克？英国的玩具店，然后他开在捷克，然后我在捷克逛到的。奇怪的男人。好。哎，你跟你老婆有好好度蜜月吗？我在那边买，有看到那个陀螺，然后大概500-600块，然后是那种一颗的那种。欧元吗？500-600块台币啦。台币。对。那也还是很贵。对，很贵，因为台湾只有200多块。那你拿去那边买，拿抽包去那边买。而且我在那边没有看到钢弹。我在想，我们这边可能就是亚洲的一些，就是动漫的一些周边啊、玩具啊这种东西的店比较多，然后反而欧美的比较少一点点，然后反而是欧洲那边是欧美的比较多，然后可能会不会是这样？对，因为我本来是很希望我在第二间这间店可以买到日式玩具的，这个很好，去欧洲刷到日式的玩具。
好了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就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所长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